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决战主流。那么在新春期间，先跟各位投资朋友拜个年，祝大家新的一年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。那么在过去一整年时间里面，我知道很多投资朋友看到股市好多股票涨五成、涨一倍、涨两倍，甚至还要涨三倍、涨四倍的，怎么赚？看到行情涨上去了，指数也涨了1000点以上，结果手上的股票没有赚到这种大的行情，为什么？在新春的特别节目里面，我特别把这种抓大鱼的方法跟各位做分享，好好看哦。今天的节目你抓到重点，我告诉你，新的一年2014年，你会抓到真正强势的主流个股，甚至能够赚到比去年更多更多的利润。这些方法要怎么赚呢？来，这句话，看见未来明星产业，掌握财富的大翻身。现在你要看到的不是只有看到而已，还要掌握住。这个方法很难吗？其实在去年一整年，我马老师在全省办了很多讲座，甚至你看我的节目，投资朋友，过去一年你看我节目里面，我介绍了很多强势基本面的主流个股，真的是一波一波涨上来，涨五成、涨一倍、涨两倍、涨三倍，甚至涨四倍。这些个股是什么？来，先看一看这些2014年投资的大趋势。这些看好的包含了云端、3D 列印、未来的智慧车，这些产业怎么把握？我知道你也看了很多媒体，但是怎么样整理出最强最好的标的，这是重点啊。不是说看了很多媒体资讯，跟你讲很多好股票，结果呢，有没有做到？这些内容，就像我们去年11月28号，我在节目上公开底部重压9次长元科，我还放了3天的 VCR 给你看。长元科短短半个多月时间，8只停板涨76%，你不要以为很多啊，去年比长元科涨幅更大的很多很多。商之气有没有？我们从11月29号带会员一路锁定，一路买，一路买，涨到75.3块，从30.2块涨到75.3块，涨多少？21只停板的幅度哎。更不用讲，去年很红的，包含了3D 列印的石威，3.8倍。基亚，一年涨了5倍，甚至我在节目上、演讲会场上，我告诉大家，这种新产品的世代交替一次上来，你要把握的是低点啊，涨11倍，涨1100元，甚至涨3.68倍，涨1000元。怎么抓这些主流股？听好，今天的节目上我会告诉你方向，告诉你个股。不要说这一次我告诉你这些个股，教你抓大鱼的方法，你又错过了，会非常非常可惜。你看看去年，大盘去年一整年从最低点来算，1月份从7603涨到8668，有没有？大盘涨了1065点，涨这一段上来，1065点，幅度是多少？14%。如果用个股的幅度来比较的话，2只停板，一整年，从去年1月份7603涨到封关前的8668点，一整年幅度就是2只停板，很多吗？真的不多，指数涨不多，但是你看个股真的涨翻了，很多好股票大涨上去。不是说你看到大盘涨1000点，很多个股是涨了多少？5成、1倍、2倍、3倍、4倍。这些股票是什么？过去一整年时间里面，来，去年1月份我讲的这些族群，汉维科，3658的汉维科，来，你对照看看，3658的汉维科有没有从505块涨到1040？涨一倍耶，1.06倍，106%，这是你都看到的标的，甚至包含云端运算，有没有？云端运算
我们也带会员做的金城6214的金城，你看看，金城去年一整年32.05涨到73.1，128%，涨1.2倍以上，哎，128%，还不是很多的哦。再来，去年我们在推荐生技股的时候，讲基亚，讲台微体，基亚涨多少？你看看去年，基亚算少哦，是前年涨更多，146块涨上来，哎，基亚146涨到231.5块，这一段58%，涨50%以上。那么4152的台微体呢，228块涨到440块，这一段93%。去年行情来回震荡，很多股票一档一档的发出去，包含了日元汇率大贬值受惠的汽车股，像和泰车、裕日车，涨多少？将近1倍耶！来，你仔细看，和泰车从225涨到449，是不是一个大多头？差1块钱涨1倍，没有行情吗？这不是汇率贬值受惠的个股，甚至2207的和泰车，221涨到415，87% 的涨幅，太多了。这些族群其实在去年一整年时间里面，很多好股票一档接一档，包含 iWatch 这些受惠族群，到年底年初的时候。今年年初的时候，可成涨多少？你看看，123涨到214，可成涨上来涨了74%。这些个股是一档接一档，不是说只有单兵点放而已，包含了4G LTE 的受惠股，4G LTE 的受惠股，像3450的联军，你看看。3450的联军从46.25，股价涨到多少？最高来到82.8，涨了快80%，79%。好股票为什么一个族群一个族群，市场上都认为说电子股没行情，很多个股没行情，包含了两岸四 G 的受惠股，两岸四 G 受惠股里面，你看到谁？很多个股。真的是一档一档的在冲哦，6206的飞捷，有没有？6206的飞捷，你仔细看，从67.3一路推一路推一路推，推到128块，这不是这一波的主流吗？飞捷大涨89%，每一波每一波的行情，指数是上下震荡交替过程里面，去年一些明星产业个股。成长性、动力性，反而看好的，就是一波一波的涨，还没有完哦。包含去年7月份、8月份，第三方支付、网家、商店街带领着大涨，金城也跟着受惠，跟着大涨。你看看8044的网家，有没有？从116.5涨到248.5，网家这一段涨上来。113%，涨了1.1倍以上。4965的商店街更多，从92块涨到271.5，这一段行情195%，将近2倍。还有更多的哦，真的还有更多，很多个股。我不要说美丽新世界，我们之前说过的亿光泰股都有涨上来，茂迪也大涨上来。你看看国统，看看 F 永冠，来看两档就好，不要涨太多。这些不是大多头的股票吗？国统涨到48.2，哎，十几块，哎，18.3涨到48.2，这一段的涨幅涨多少？163%。这些是什么股票？新世代新产业的个股，不是像以前旧的 NB。手机或者是属于 IT 资讯这些族群，这些族群你再看看 F 永冠，哎 ，F 永冠涨更凶哎，1589的 F 永冠，
从33.65、33.6涨到112块，涨了232%，多少？2.3倍。很多个股就是这个时间点，尤其是去年下半年以来，到了第四季以后，一档一档一档的开始出现猛烈的攻击，大盘指数反而不重要了。这种现象你回头一看，去年八月份我们在推荐和春的时候，6215的和春股价涨也很凶，6215穿戴式的和春从11.1块涨到23.5块，这一段涨上来涨多少？111%，1.1倍，谁说没有行情？我们也做到了，虽然不是说赚到满，但是在八月份行情大家认为指数不好做的时候，5成1倍的个股一档一档一档的出现，这其实是你想要抓住的，而且是未来一年2014年你要抓住的重点方向、重点个股。为什么这一次我在新春的时间里面，我特别把这些产业看好的标的整理出来，把我最看好、最看好的一个方向个股来。今年也很感谢投资朋友过去一年对我的支持，你打电话进来，我把这一次我最看好的产业，2014年最看好产业、最看好的个股，新春大红包股送给大家。把握这次的机会，不要说这一次新的一年你又错过了，新春期间你真的好好做些功课，把这份资料带回去，这些个股你能够掌握住了，新的一年我告诉你，不是5成1倍，还有2倍3倍4倍的标的会看得出更好的机会的时候来。今年新春期间我送给大家金马奔腾马上发的新春大红包，把握节目后的资讯，跟我线上助理直接索取，我们马上回来。他是苏富比拍卖的常客，在新店名人巷，以收藏家的眼光典藏最美的人生风景，极致工艺，钢石列柱，大气礼宾回车道，人生最有价值的收藏，玉上元，集美落成，2918-8811。马老师一位纵横业界16年的名师，擅长以股价新理念操作主流股，懂得顺势掌握主流大趋势之变动，其闪亮绩效的实战口碑已是市场公认的仕途老马。告诉你，将股市投资交给他，将是从千档股票找寻至宝及避开转折风险唯一选择。速拨主流专线02-2772-6855，2772-6855。人生不外乎就是追求生活中的温饱，投资理财想要的就是迅速累积财富。全景投顾聚集股市最负责任的投资专家，结合心理、筹码、产业、技术各个面向，在瞬息万变的股海中带领各位杀出重围，获利致富。绝缘前景，前程似锦，速拨服务专线02-2772-6855，2772-6855。头痛，请用5分珠；嘴齿痛，请用气痛5分珠。5分珠，紧够好。爸爸，欧派气密窗，专利复合式导块，水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.5倍。有了欧派气密窗，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，在家里打鼓也是白有。恭喜发财，在新的一年时间里面，投资朋友好好把握机会。我还是告诉大家，指数放一边，个股摆中间，才能真正赚大钱。因为过去一整年时间里面，你看大盘指数，我刚刚说过了，
大盘指数在过去一整年多少幅度涨1065点，也不过是两只停板，指数上上下下震荡来来回回6700点6700点的震荡，也不过是涨了两只停板。但是你发现很多个股，我跟你说过，你要真正抓到大鱼是要看到未来的明星产业，而且要实际掌握到，不是只有看哦，还要掌握住。去年年底的11、12月，全市场都知道我马老师锁定新股，包含了长元科。这一波从11月28号公开跟你重压9次，这底部重压9次的长元科大涨76%。我告诉你哦，这个幅度还不算很大哦，还真的不算很大哦。你说伤之气，哇，怎么可能？11、12月行情指数也不是涨很多啊，涨多少？1.5倍，149%。涨完了吗？你回头比较看看，为什么我马老师告诉大家，这些新兴产业新的一些题材跟成长动力方向，不是以前旧的什么 NB 啦，旧的一些产业没有成长力道的，这个我不去讲它。我知道你全市场都看到了，石威去年 3D 股票涨多少？385%，哎，3.8倍。基亚更不用讲，我们做了两大波，生技股基亚一年涨5倍，甚至还跟你说，你回头看一看，今年你要掌握的类似像这个时间的宏达电，类似像这个时间的宏达电，两次重要的主流世代交替的时候，不是现在才去讲，是在这个位置讲，怎么样抓住这个位置点，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新的一年，过去一年如果错过了，今年不要再错过，我们帮你功课都做好了，整个基本面结构甚至最好的标的挑出来送给大家，新春开红盘见喜。这些个股就像我刚刚跟你说的，去年我们推荐过的台积电设备股汉维科大涨106%，生技股基亚台微体，台微体这一段涨上来93%，甚至包含日元贬值的受惠股，和泰车涨1倍，裕日车涨87%，更不用说八月份第三方支付网家 ，Oh my god， 商店街大涨，网家涨了多少？你自己看，8044的网家116.5块涨到248.5块，大涨，涨了多少？113%，4965。商店街涨到271.5块，2倍，195%。这些个股的机会，我不是说高档再叫你去追，而是什么样的族群方向又是重演，在底部形态的商店街，底部形态的台微体，底部形态的裕日车，这种底部形态能够发展上去，在新春开红盘，让市场来抬轿，不是很好吗？去年八月份，穿戴式装置，你看看和春涨了1.1倍，深科封关前继续涨，继续创新高，创捷继续创新高，你看看深科这一段涨上来，你不要看这样，深科涨上来哦，65%，5261创捷挂牌以来，不要说挂牌的挂牌价，而是用最低的68块来算，创捷涨了多少？78%，有没有机会？你看到很多机会，指数只有涨两只停板幅度，但是很多个股就是在资金不断的轮动的时候，一个族群接一个族群方向出现了，大涨5成1倍2倍3倍4倍，上面才叫你追没有意思，而是怎么样切入低点。为什么在新春期间里面，我要送给大家新春这一个马上发的大红包，我们把这些的重点整理再整理，精华浓缩再浓缩，新春期间把这些功课我们整理好的内容
带回去。不要说事后讲，因为过去一整年时间里面，就像无线充电，我们年终的时候推荐灵通4952的灵通，涨多少？灵通，你看看，18.6块涨到43.5块，133%。哎，如果跟大盘比，大盘的将近10倍哎，大盘只有14%哎，而且不是只有一档哎，你看到封关前连仓大涨，2431的连仓，哇，3倍，这种涨势涨上来，为什么能够涨？因为基本面涉足到无线充电的装置，是不是？这些族群还包含大家很熟悉的 3D 列印，去年的时威涨4倍，大种涨4倍，你看看8416时威52块涨到272块，涨4.2倍，423%。3570大种37.5块涨到193.5块，416%，4倍。不是这样子就结束了耶。封关前你也看到，包含了3011金号急速喷上去耶。3011的金号为什么能够强势攻上去？这就是新兴产业的力量，股价强力强攻上去，一路涨上去，哎，这一段涨上来97%。快1倍，这些个股一档一档的会出现，还包含了电动车。你看到去年的茂联，3665的茂联，涨多少？3.7倍耶！来，3665茂联，从33.05涨到157.5块，这一段涨上来376%，3.7倍。谁说没有行情？是这个鱼要怎么抓，这个市场要怎么掌握？不是只有茂联而已耶，电动车之外，11月、12月，我告诉你的长源科，有没有？长源科，你看看8038长源科，59块涨到104块，76%，更不用讲医疗云的上支器，30.2块涨到75.3块。那接下来呢？什么股票有机会？我知道很多投资朋友，你很希望说，马老师，下一档股票直接告诉我。新春期间，我把握这个机会，马上发新春大红包，把这份研究结果带回去。因为我告诉你的不是只有一档简单的名字，我们把这些重点的精华，市场上今年会讲一个机器人概念股。我告诉你，你看到这些个股在动的时候，股价真的要发动起来，会很惊人的。而且不是只有机器人概念股，还包含了指纹辨识受惠股。谁最受惠？谁最受惠？模组 IC 的是谁？谁能够强势攻击？这些题材发展的内容，还包含我元月份我在演讲会场上告诉大家的动感人心的产业，不要用遥控器哦。动感人心的产业哪些很有机会？配合着这个基本面的发展，谁会在元月份开红盘以后第一个先冲出来？这个机会点不要再错过。去年一整年你错过了好多好多股票，错过了很多很多。茂联，是不是？你错过了茂联，错过了3570大种，甚至8416时威，这些股票一个一个错过。那么今年你要反败为胜，要掌握银金马的真正获利标的，怎么样把握机会？在新春期间，我把我的研究报告整理再整理，浓缩再浓缩，马上发新春大红包股。来电跟我助理直接索取，不要再错失这次机会。
新春期间把这些个股拿回去好好研究。好股票真正一波来的时候，搭上新兴产业的主流，你会是今年真正的大赢家。把握机会，跟我线上助理直接索取。也祝大家新的一年新春发财如意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环境清洁，清除积水容器，才能免除登革热的威胁。啊，毁了我的家，就没有千千万万个我了。马老师，一位纵横业界16年的名师，擅长以股价新理念操作主流股，懂得顺势掌握主流大趋势之变动，其闪亮绩效的实战口碑，已是市场公认的市股老马。告诉你，将股市投资交给他，将是从千档股票找寻至宝及避开转折风险唯一选择。速拨主流专线02-2772-6855，2772-6855。人生不外乎就是追求生活中的温饱，投资理财想要的就是迅速累积财富。全景投顾聚集股市最负责任的投资专家，结合心理、筹码、产业、技术各个面向，在瞬息万变的股海中，带领各位杀出重围，获利致富。随缘前景，前程似锦。速拨服务专线02-2772-6855，2772-6855。炖人参鸡其实一点都不麻烦，因为我有秘密武器——金参高丽人参精华液，18种丰富人参皂苷精华，人参料理我全靠它。养生之道，只有金参知道。头痛，请用五分猪；最气疼，请用气疼五分猪。五分猪更够好。金参高丽人参精华液，养生之道只有。